明星的绝活有多厉害，范丞丞用脖子转呼啦圈爆笑全场。绝活绝活，太有才华了，哇好帅啊好帅。脖子不长的人还真做不了。宋茜在节目里一字马竟有两米长，惊呆众人。宋茜来一个向前追，哇加油。有了有了有了，还有他的右手绕头一圈摸右耳，高难度动作也是一绝。你做一个你觉得他做不到的眼镜。这样子吧，我前一阵做过一个动作，然后好多人都做不到呀。哦，反过来摸耳朵，哇、哦！没想到张一山也能轻松做到。来，我帮你拿麦，好努力的事。什么都难不住你，不愧是练过武术的。孙俪的高难度盘腿倒立，这柔韧度也是没谁了。而杨洋的下腰过杆轻松就能做到，中环杆王，你们看。杨洋对这个简直轻而易举。哦，哇！哇！林允在跑男被邓超支配，一直疯狂劈叉，笑翻众人。我要为他劈个叉！啊！